大家好啊，今天是12月23号啊，星期四的收市之后啊，咁恒生指数今天就上升幅度都是几廿点左近，最主要都是受惠翻隔夜美股啦可以反弹，咁但系大家见到啦，恒指只不过是一个跌浪反弹，反弹配合低成交，因为始终都假期临近啦。咁今日最主要都是关注腾讯、京东啦，啊腾讯。咁做派貨嗰、那個啊，老實就即係460蚊關口咧，企唔企得穩當然重要，咁但係好多嘅監管嘅陰霾，我真心啊，就算市見底都唔會鬧佢啦。咁至於京東俾人派貨更加差啦，啊咁自從個中概股嗰啲即係不確定性到依家為止咧，啊咁更加要試一啲近期嘅低位啊，轉曬彎啊，之前幾強勢都冇用。所以亦都唔會係鬧貨對象咯。今日係炒啲煤電聯動等等啦，電力股不嬲都威勢啊，希望佢都仲可以再走遠少少。不過咁講啦，因為假期前夕啦，啊大即係大成交都唔會有噶啦，咁大家不如都即係唞唞啦，啊放下假期啦。我相信咧，大嘅行情都要去到出年年初先至會再嚟嚇，咁大家保持輕倉上陣好啲啦。